家、三家、21家，在小小的新加坡一共开了21家门店，而且线上平台 Shopee、Lazada 也都有他的身影，家居类销售榜单前3名的常客。从1997年建立品牌以来，已经俘获了100万个消费者。今天皇后情报局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新加坡覆盖面最广的知名床品品牌 Apex，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了这么多的消费者。Apex 主打高品质平价路线，产品线非常丰富，不管是单人床套、经典四件套、床垫、枕头、抱枕都能在这里找到。迎合时代的发展， Apex 更是增加了香薰等品类，并且与潮牌大搞联名。近年来非常成功的 Tokidoki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今年以来 Apex 的装修更是下足了功夫，更明亮、更简洁，也更年轻化。今天我们就来 North Point City 看看新装修不久的 Apex Home 的门店吧。从小型的居家用品到大型的棉被、四件套、枕头，这里都一应俱全。一站式且遍布全岛各地的21家实体店，让你不论下班后或是周末，都可随时前往邻近分行添购高品质的家居用品，超级方便的。最近 Apex 正在举行疯狂大促销，只要购买皇后推荐的指定产品，即可享有高达20%的折扣。你还不是会员，那就赶快去注册吧，因为11月15日至25日期间注册成为新会员，就有机会赢大奖。皇后这次购买的四件套呀，是由莫代尔纤维制成，100%天然材料，环保无毒且柔软亲肤，不仅吸湿透气，手感柔顺丝滑，轻盈不厚重，很适合在气候多变的新加坡使用，而且耐磨耐洗还防皱，优点集于一体的四件套绝对能提供100%舒适睡眠。好的棉被会温柔地呵护每寸肌肤，竹炭纤维的棉被透气性强，防尘螨与霉菌，令敏感型肌肤感觉自然舒适，而且能够吸湿防臭，还有助于释放负离子，非常适合容易过敏体质的睡眠者使用。100%纯棉制造的高质量枕头，具有超高的弹力与承托力，100%承托脊椎与肩颈关节，完美贴合人体，有效防疫、防虫、防螨，让你一夜安睡。想要获得一夜好眠，合适的床品是非常重要的，趁着优惠期间，赶紧到邻近的 Apex 选购你心仪的床上用品吧。